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的美好的向往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什么情况啊？高一的军训晚会都让一个高三的把这个分都抢了。那刚才教官说彩展是不是打不上了？你上了出风的不就你了吗？我这不是不会吗？哎，再说那人谁呀、啊？会弹吉他也就罢了，长得还挺帅，太威胁我地位了。他叫沈千羽，高三六班的班长，还是我们学校话剧社的社长。人家不光会弹吉他，还会弹钢琴呢。哦，怪不得略帅我一筹。哎，张部长，你看那两个笑开了花的人是不是特别眼熟？那不苏在在跟江家吗？江江，我想走。仔仔，他吉他弹得好好呀。怎么第一节课就是数学，而且还是班主任？不过军训的时候我们见过他，感觉应该不是特别凶吧。可怕的是数学，又不是老师，唉，光翻一下我就整个人都不好。来了，来了。同学们好。老师。今天是我们开学以来正式的第一堂课，虽然之前军训的时候我们已经见过几次了，但我还是先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林茂，教数学，至少在今后的一年里我都会是你们的班主任。不过我不希望你们每次见到我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，我希望跟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朋友，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都可以来找我一起探讨，比如篮球，我可不一定比你们差啊。好了，言归正传啊，既然大家已经上高中了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以下几点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，从今天开始大家就是高中生了，把心都给我收一收。我们第一节课先做个卷子，测验一下大家的英语水平。大家现在把与考试无关的东西放上来。唉，每当这个时候就想把我自己给放上去。好，这节课先讲到这里，同学们休息一下。林老师，那个咱们社团今年还有吗？社团目前还没有消息。那什么时候有消息啊？等学校通知。社团要取消？这林老师不刚刚还说不确定吗？怎么突然就取消了？对呀，你这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啊？我听说
是张岩要求取消的。张岩是谁啊？咱们英语老师，也是一班班主任。哦，我开学前就听说过他，他俗称灭绝师太，只要他在的地方，所有娱乐活动基本全灭，一个不留。不是吧？我的社团就这么被扼杀了。下课。干嘛呢？他成绩那么好，让我很有危机感。我觉得在他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很笨。你太夸张了，苏仔仔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像中邪了吗？那有错？你就打算一直捧着照片偷偷看？谁说的？他送作业，我就在窗户看；他打水，我又从走廊看；早操，我又站在他旁边光明正大的看。每次位置都不一样，好吧？你光看着能看出个花来呀？你得主动去了解他呀，例如爱好、兴趣、喜欢女生的类型。要不问顾然？虽然这人看着挺欠揍的，但我觉得除了张璐璐自己，就是他最了解张璐璐。他能说，试试吧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只能牺牲一个鸡腿。这大庭广众的，这不太好吧？好，怎么不好？其实吧，说呗，扭扭捏捏。我有事问你。哦，就是你们男生都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喜欢的类型，长头发，小眼睛，圆脸，性格温柔点，个子最好不要太高，没有刘海最好，名字不要两个字的，最好不要姓江。好的，那张璐让呢？哦，再来个曲线救国是吧？张璐让喜欢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那看来你们关系也没多好嘛，还说什么从小玩到大，他连这个都没告诉你啊？你就是激将法，你觉得对我管用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反常，太反常。没说啊，以他的智商，激将法竟然没上当，太反常了。而且，这家伙怎么这么欠揍啊？没事没事，大不了我自己去问他，反正他也不是第一天听我胡说八道了，习惯就好。沈千羽。饭都这么有压力，嗯，压力，什么压力？优秀的人都会经历的。哎，没事，不习惯。没错，我也觉得，我也习惯了。阿让，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喜欢什么类型？什么？就是。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？理想伴侣？嗯，这题我会做。就是一见到他你就高兴，想天天跟他在一起，哪怕两个人在一起，什么都不做，所有的烦心事也都能忘。没有？怎么可能没有？你肯定有，你自己想想。现在呢？没有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你肯定藏着掖着了。
哎，是不是朋友了？这都不跟我们说，快说说，快说，快说说，说说呀，说说，伴侣，每天陪在我身边就行。行，我有。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他发质能帅。发质好。眼睛又大又，总是一副很聪明的样子。哦，大眼睛姑娘，成绩好。大部分的时候，食量都特别的大。食量大？那我明白了，俗称吃货。却很爱运动。热情，阳光。特别粘人，喜欢跟在我身后跑来跑去。张璐让真这么说的？保真，固然跟官方都这么说。觉得他形容的跟我也大差不差。江江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有大事要做。成为让让的理想型，你真要这么做？我的发质也不错啊，这第一步已经成功了，肯定要实行第二步的嘛。我得让他觉得我很聪明。来来来，苏大仔，昨天老师教的题你都会了吗？当时我就会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昨天我们讨论的那道题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汽车刹车过程是匀减速直线运动，已知初始速度还有刹车距离，所以答案是12米每秒。怎么样？刚表现的怎么样？这道题你背了多久？我昨天晚上背了半个小时呢。虽然我是学渣，但你刚刚代入数据的时候加速度单位背错了，你背的是米每秒。所以，他们应该是米每二次方秒。太丢人了，江江，我们上路回去。放弃了。没事，这个不满足，还有下一个。好巧啊，让让。这眼睛够大，够圆了吧？好巧啊，让让，你看我今天没骑车，我要跑步回家。跑步回家？我特别热爱运动，我特别尤其格外的热爱运动，一天不运动我都睡不着觉呢。行，那你跑步，我等公交。让让，需不需要我陪你？你开个口，我可以陪你的。不用。不是要运动？运动每天都能运动，但又不是哪天都能跟你一起回家。你走近我，伸出你的手掌，紧握着我的手没有放。习惯每天都有你。让让，你每天都走这一路吗？嗯。我回家也是这一路哎。你哪站下？有点远。有点远是几站？五站？六站？苏在在。南京。好。像在一个美好的晚上，写着一首歌爱给你唱，想要对你讲。亮亮，我们现在也算认识了吧？你除了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你还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也没关系。我现在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呢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发质也挺好的，食量大，还爱运动。伴侣？
每天陪在我身边就行。什么样？什么样？他发质如顺，而且还聪明。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，我粘人，可粘人了。我就喜欢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。你看什么呢？半个。你有了？你才多大呀？你就。你之前说的伴侣是宠物啊？眼睛大吧？大，又大又圆。宠物？对呀，还是一只大金毛。这个固然，我就知道它不靠谱。嗯，短短几天，我把十几年没丢过的人都丢完了。不要气馁嘛。我不气馁，我气短。不是还有社团吗？你们虽然不在一个班，如果参加一个社团，那见面概率大大增加了呀。你挽救形象指日可待。说的对啊。不过我听说这个社团凶多吉少，能不能留下来还得开会决定呢。哎呦，好烦啊。好，今天的课先上到这儿，作业就是课后习题，明天早上交。下课。怎么了？这是一个个都萎靡不振的。我就说吧，情况不容乐观，老人到现在没说清楚过，估计社团真没了。我的省钱笔。看来你们都知道社团的事儿了是吧？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老师，就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没有了。毕竟社团的报名时间已经定下来了，现在再去说不办有点不太好吧。那能不能什么意思？报名时间都定了，现在已经保证了呀。好了，这下都来精神了。我可提醒你们啊，要是因为参加社团影响了学习，那可随时都会取消的啊。你们清楚吗？清楚。好，王楠，跟我来办公室拿报名表。好嘞。我的化解是我的省钱语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。确定去化学社了？那当然。哎，赞赞，你要不跟我一起吧？我想跟张璐让报一个社团。但我怎么觉得张璐让那种高冷的性格没什么社团适合他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高冷，他只是话少而已。嗯，你问我张璐让报什么社团啊？我报什么他报什么呗。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成吗？哎，我作证，他真没说瞎话，张璐认的报名表还在我名。是真的。那你们打算报什么社团呀？篮球啊，只有在篮球场上才能展示我们矫健的身姿。篮球？这篮球多危险啊！或许报什么社团可以商量吗？商量啊，简单。但是，刚刚这个人质疑我，我不开心了。那你想怎样？一个月奶茶，带张璐让报话剧社怎么样？就这可以啊？你先说好，一天几杯，大杯小杯，什么牌子？我可先说好啊，我是不会被这点奶茶收买的。区区奶茶，外加菊花微信。哎，菊花，菊花！哇，那可是菊花呀，多少人想要的微信啊，是吧？不早说，下次重点放前面啊。合作愉快。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这杨枝甘露可是我们家招牌。好吃。好吃。那就行。我
上次跟恒玉来吃过，特别好吃。他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也在？你这话问的，我们回家不行啊？哎，呀，家族企业。张路让，好巧。你们也是小放的同学啊？你们喜欢吃什么？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们做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太巧合了一点？有点。哎呀，女孩子心思都这么多的，是巧合。嗯，怎么说？他演技没这么好。哎，国芳啊，跟你奶奶聊上了。聊啥呢？我奶奶肯定在那夸我呢。他还就这样，逢人就爱夸我，我怪不好意思。官方上小学还尿床啊？可不是吗？尿完床嘛，还说那是汗。你说有没有这么傻的孩子？哎呀，我奶奶她还真是，从来不知道低调。你看我，我跟你说，我从小就讨长辈喜欢，你奶奶肯定也夸我。一定一定是。哎呀，阿让啊，有时候你也得多说点话。你看你这样，最不讨长辈喜欢了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小伙子不错，哎，看着就乖巧。我也觉得。让让，你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我看你都没吃多少，让让，你也坐公交啊？啊，好巧，我也是。不是说热爱运动吗？跟你一起坐公交回家也是一种运动啊。我请你，谢谢。学生卡。大叔，大叔。你要是身体不好，我把位置让给您。你说谁呢？谁身体不好？你才身体不好。啊，我刚看你一直靠着那个姐姐站，我还以为您站不稳呢。我什么时候往她身上靠了？你看清楚了没有？是她挡住我的路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明明是你在我旁边挨着我。就是，我都看到了。小姑娘，说话全凭一张嘴啊！啊？全车那么多人，你问问有人看见吗？有没有？有吗？有没有啊？我看见了。就是，我也看见了。你要不要脸？真没素质！这帮人没素质，全家都是。就是，咱要不报警啊？你们胡说八道！我跟你讲啊，懒得搭理你们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到站了，我有事，不然我给你们理论理论。你别等着点。丢人呢！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不怕吗，明芳？怕啊，这不是有你在我才敢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给我撑腰啊。不会。可你刚才明明就有哦。不，没有。江夏公园到了，下车的乘客请从后门下车，下一站陈阳小区。我下一站先。我也是。夏天的风轻轻的、缓缓的吹过了你的左耳，告诉你些什么？开满木槿的阳台，种下的一朵朵即将快要见。
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家也是那个小溪顺路了。明天见，让让，晚安。晚安。海边的风听到说你也喜欢我，对视就别再掠过。哎，张部长，你也报的话剧社啊？这报名表是顾然帮你写的吧？字迹一模一样呢。话剧社怎么了？话剧社多好啊，那报话剧社理所应当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话剧社。啊，我们慎重考虑了一下，前思后想，觉得还是话剧社比较好。啊，没错，那篮球社风吹日晒的，哪有室内数？关键我们两个受累没关系。不能让你累着。对。他不会生气吧？一般按照这表情就得把妥协。有件事情特别不对劲儿。不对劲儿？昨天江家推我那计划那微信，到现在没通过我呢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头像是朵荷花，昵称叫什么？花开半夏，我怎么感觉那么像我妈呢？哎，不能这么说，那叫成熟。说不能是假的吧？不会吧？他没有作案动机。作案动机他……我昨天怎么没想到呢？什么？你说他怎么可能推别的女生微信给我吗？为什么不能？陷进去了，我得好好找个时间开导开导他。我妈当然没通过，她说一直有一个什么叫“吃饭全靠脸”的加她，直接就拒绝了。我说我把她错推给我同学，她把我说了一顿，说取这个网名的同学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学生。那万一顾然发现怎么办？管他呢。先把张路让框进话剧社再说。你叠什么呢？星星啊，我打算叠满一罐送给沈千影学长。有什么用吗？没用啊，浪漫嘛。今天下午的社团活动就能见到沈千影学长了。他一定还是一样的优秀、温柔、幽默。今天是社团第一节课，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肖凯，是你们话剧社团的老师，也是高三表演班的老师。啊，我的沈千羽呢？张路让也没来，该不会不来了吧？看不到想看的人，看什么都没劲。报告，报告，来坐啊，坐。到了比没到强啊，坐。哎，呀，千羽啊，这么开心呢？我都不知道你陷得这么深。又说什么了？来啊，咱安静一下啊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沈千羽同学。那千羽呢，也是我们话剧社的社长。千羽啊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鼓掌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迟到了。来，快进去坐吧。啊，哎，你这里有人吗？没有。
今天突然想召唤一下阿拉丁，实现我一个愿望就好了。我希望把今天让让记忆里的我删除。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也没办法说明。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了你，最好时候的你，给我勇气。